平川说炼境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啊！在欧洲那边，这场比赛被评为皇冠级的对抗，我们看看到底有多精彩。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，地图选择的是 AL 秋日的落叶，出生在地图右上角是蓝色的亡灵， ID 叫 Libby， 目前韩国最顶尖的亡灵选手啊。现在的话有三大亡灵选手Happy 120，然后 Libby 啊，刚好啊，欧洲一个，中国一个，韩国一个。那 Libby 的话就是偏向于战术型的选手 ，Happy 的话是操作非常的强，120的话是吧，两者兼备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啊，出生在地图的左下角，红色的兽族 ，ID LYL 领神，目前的世界第一兽族。领神的话，操作还有这个战术，哎，都比较的丰富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英雄选择。令神这一局选择的是先知的一个首发，哎，不造兵营吗？难道是直接单地洞跳本啊，速科技的一个打法。好，雷比这一边的话，哎，我就是首发恐惧魔王是吧，当别人还在首发 DK 的时候，我已经用恐惧魔王了。好，那雷比的话最早出名是他这个战术啊，开矿不死吧，不死族的开矿发扬光大。好，这一局的话他选择恐惧魔王，那大概率又是要开矿了啊。这张地图开矿也比较好开，尤其是这个点，那这个点矿好开是吧，但是守起来压力可能会有点大，所以呢他选择要开这个矿啊，练起来比较难一点，但是比较好守啊，主要是离对手比较远一点，稍微好守一下。好，令神的话先知直奔对手家里去，来狼这边侦查一下，来这里侦查一下，好，没有没有都没有，那懂了，大概率是在分矿了啊。好，直接来分矿，来我们看一下这边能否顺利练完啊。恐惧王一技能升的是睡啊，先把五级狗头人睡一睡，然后呢再开始把其他野怪清理一下。好，先知过来了，一看嘿，抓到了啊，原来你真的在开矿。好，上来的话先把通灵塔给点了，然后趁此机会呜、一睡一围。哎呀，恐惧王这个英雄可没有那么好玩的啊。恐惧魔王开矿之所以厉害，主要是他能睡你，你敢过来搞我，我就睡你，把你围住。好，令神的话小操作，狼离开，哎，没有带回去，来能不能转一波，哎呀没有，把这个五级野怪给 A 掉。好，这一波恐惧魔王经验值全拿走，关键还把先知给逼退了。那先知现在敢过来吗？过来之后要离得很远啊，一不小心可能又把你给围了。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不死族慢慢的开矿，慢慢稳住分矿啊，稳住之后是吧，二百啊，想出什么兵就出什么兵。来这里再打了一个水晶球， 1.36 版本的水晶球变成消耗品了啊，只能够撒三次，不像以前啊永久是吧，只是 CD 比较长啊，随便撒。来狼抓到你了，你在这，那先知买了单船不好，单船买了，单船买了，但是恐惧魔身上的蓝还是比较的多，要小心一点。好，矿盖子放下，两头狼去搞一搞。这一局的话令神还是补了兵营，我们看一下家里二本已经升好了，那二本升好直接是双兽蓝吧，双兽蓝暴狼骑是吧，到时候有机会就来拆啊。那我们看一下不死族能否扛过去，哇，令神打得好暴躁啊，直接是二发火魔来，但是对方的狗有点多啊，说实话很危险啊，人家见到你一睡一围可能就带走。那这边呢把这个点给练完，火魔小火人分裂起来非常给力啊，那找机会多分裂一点是吧，多分裂一点靠小火人来打。现在呢兽人还没有好啊，还得再等一等，目前就靠两个英雄，猎头的话战斗能力说实话也一般。好，恐惧魔王来了，抓到一个猎头直接围住干掉。那恐惧魔王现在升的是斧风加这个睡啊，等升到三级之后有二级的斧风很厉害。来双方正面相遇啦，小火人现在有三个，恐惧魔王一语不合就围英雄，围谁围谁，令神这边小操作啊，护就是卡一下自己的英雄，让对手围不住。哦哟，火魔还是被围住了，那火魔在围住的过程中这边也是疯狂输出的杀小狗。好，火魔倒下，那这一边小狗也是倒下了两三只。来来来，我继续去追，但是要小心啊，回头一围又要杀你英雄了。这边小火人有三个，等会继续分裂，
恐惧魔已经三级了，他升的是二级的睡，嘿，确实理解不太一样啊。二级睡，睡久一点是吧？自己操作的空间比较大啊，毕竟要调整一下阵型为重。毫无闲置，升到了二级火。虽然火魔不在，但是小火人还在发挥。哦哟，怎么恐惧王突然从后面包抄过来？先知没有发现，哇，这一波先知很危险，完了又被睡了。好，那这一波先知又要倒下，遇事不决，秒英雄啊，连秒你两个英雄。好，小火人现在非常猛，可惜小火人时间差不多也到了。那另外一边，另生的狼骑也来了。哎呀，这狼骑一个一个过来，就是葫芦娃舅爷也要小心。这里小火人继续分裂，火魔又来了。好，火魔马上要升到二级。哎呀，这小狗被他反哺了。好，还是升到了二级。二级之后继续招小火人。我这一局双方从开局就到拼啊，拼到现在。目前的话不死族，我们看一下二本科技刚刚开始升。兽族这一边的话是二本已经好了，那直接是双兽蓝吧，宝狼骑。好，这里小火人又是分裂了很多。那恐惧魔王是想找机会为英雄啊，一围一杀直接带走。来，这一波拼到现在，那人族不死这个兽族的话英雄阵亡的有点多，不死族呢科技比较的慢啊，现在花了很多钱出小狗，花了很多钱把这个防守给做好，所以科技呢会比较慢一点。来，那火魔敢过去吗？也不太敢，要不要对开一下矿？先开一个矿吧，等先知复活，狼骑数量多起来，来再找机会打架。哎，这一局的话有没有条件？要不要出飞龙啊？但出飞龙，对手二本一好，飞龙就废了。哎，只能出狼骑吧，狼骑掠夺一身，多拆点建筑。好，恐惧魔王升到了四级，四级之后呢，现在升的是二级的睡，二级的斧风。好，分矿练完，要不要开？我们看一下令神要不要开这个矿啊？目前的话资源不是特别的多。身上呢还是没有回城啊，没办法啊，这个节奏非常紧凑是吧，没有多余的资源去买回城，有钱的话都出狼骑了。那找机会继续去打架。这个阵容的话拆家比较给力，但是恐惧魔王防拆能力也很强。嘿，有个小狗，要不网他一下啊，直接拆上电吧。拆上电这边的话恐惧魔王身上有 TP， 要不要回家？还是把这个点练完，把这个点练完的话上电没有了，狼骑拆家那速度是真的快啊。四狼骑升好了一攻，这两英雄走位要小心一点。好，不死族二本升好了，二本升好意味着兽族的话出这个飞龙是没戏了啊，对方出天鬼会非常的强。好，直接拆基地，拆基地不太好拆啊，塔有点多，那先把小狗清理掉。这一波的话先知要小心，哎，对手 TP 了，先知是没有 TP 的。好，对手 TP 过来，来小狗干掉一点。这边先知走位小心一点，恐惧魔王身上有四级，后面有斧风慢慢消耗是吧，不必硬攻，我只要斧风慢慢消耗你狼骑的状态。好，现在不死族的话是双矿双兵营。令神怎么打呢？买个回城吧，先知现在有钱了，买群补还是回城啊？还是群补啊，塔的精准就是硬啊。可以来了啊，这一波要拆分矿不想拆？那边塔一直在升级当中啊，说实话现在拆起来的话不是特别的快，对手可以修一修，还有小狗过来。我们看一下恐惧魔王，好倒是没有第一时间过来，而是选择想把恐惧魔王练到五级，五级之后三级斧风打狼骑非常的强。好，你不过来第一时间救，那不好意思我就给你拆掉了啊。狼骑往一下这边的一个小农民来拆，这五个狼骑拆家能力确实强啊。好，火魔神到了三级，先知也到三了，要拆塔了，这一波拼得贼凶啊。来继续杀农民，农民杀完拆塔，把分矿给打掉不？分矿打掉之后那后续的话就好玩了。恐惧魔还差一丢丢到五级，还是没有到五，这五级恐惧魔和四级恐魔差距非常的多。好，这里商店又给你拆了，哎，狼骑的状态很差，这一波又有小农民过来支援一下这个分矿，恐惧魔还是没有升到五，怎么办？来，这边还有一根塔了。好，农民的话基本上杀完了，恐惧魔王来，哎，有没有狼骑干掉一个？狼干掉一个就升到五了。好，恐惧魔王到五了，五级之后一个三级斧风都是值啊。来，这里见面直接围杀一下这个火焰领主，哎呦，一个三级斧风，狼骑现在很脆，又一个围啊，要杀英雄了，杀英雄了。好，令神吃了一个群补，这一波强秒英雄，哎呦，这个代价也是非常的高啊，秒完之后
小狗几乎死完，恐惧魔王的话一个人了，一个人他想躲到塔下面去吗？有没有机会？恐惧魔王有回城，估计这个回城要叫了，但是狼骑走位很小心啊，就把恐惧魔王斧风一波来，哇，又一个波，好，恐惧魔王没有蓝了波，哦，好像还有一个波，还有一个波，这一波的话火魔复活当中，来，塔拆完了啊，塔拆完之后慢慢就可以把你的英雄加你的兵一个一个给干掉。现在的话不死族家里的兵有点少，哎，突然之间小维先知，哦呦，先知幸好反应过来赶紧走，狼骑随时掩护一下大哥，这边中间一只小狗过来增援一下，还想保住这个分矿。现在恐惧王状态非常的差，但是有回城，所以狼骑在中间继续结冰。好一个斧风科多，科多，哎呦，科多好像要倒，这边只有骷髅加小狗，部队不是特别的多，恐惧魔王的话现在在一直走钢丝啊，很危险。来，这个分矿应该是保不住了，狼骑的数量非常的多。好，恐惧魔王叫 TP 了，那叫 TP 意味着这个分矿就放弃了。好，分矿的话该卖的卖，哎，令神这一集终于啊，把对手的分矿给拆了。那接下来呢就是单矿打单矿，单矿打单矿，但是不死族有五级的恐惧魔王啊，这五级恐惧魔王的战斗能力确实很强。小狗这边零攻零防，暂时没有去升攻防，二本科技。好，狼来确认一下，那接下来令神发挥的空间就多了啊，找机会把这个英雄给秒了不？恐惧魔王很细，直接是买了回城。哎，小死神拉过来，是不是想继续开矿？令神这边，先知的话有条件，要不要买个回城？啊，现在不必打得这么紧凑了啊，对手的分矿已经拆了，接下来的话要稳一点啊，买个回城之类的。好，继续练，先知把它整到五级，对手的话已经是五级了啊，再打下去快到六。恐惧魔一旦到六级，有第一火，战斗能力也很强。好，令神想开矿，但是不死族呢第一时间发现了。哎，指环加四，这一波先知，哎，没有回城，哎，小心。好，抓到你练级了，这一波狼骑往一下往后走，不要被对方的波给波到。来，小狗别走，三条小狗全网住了。好，大哥来了，哎，这一波令神抓的舒服啊，一个斧风只波到我英雄，狼骑没有波到。好，把这个点给接盘了吧，五级野怪装备可能不错啊，群捕无敌，但是还是少个回城。来，打了一个什么好的道具啊，打了一个指环，练完双四的一个等级了。这一波狼骑来拆，但是不死族这边过来拆你的分矿。好，两个人互拆，我拆你主矿，来先拆一下出兵建筑。哎，这边要出献祭深渊了，他要出阴影了啊！确实，狼骑的话，正面作战能力不是特别的猛啊，但是跑枪是真的强啊。好，拆完出兵建筑，再拆一下这个献祭深渊不？拆吧，拆吧。结果这个阴影应该是能出来了，出来之后，后面的话跑来跑去，侦查很到位，要小心，对手要回来了，先知是没有回城的。哇，这个斧风舒服呀！这斧风过去，狼骑状态非常的差。好 ，DK 过来打收割啦！恐惧魔王来站好位置，又一个斧风，哇，又一个斧风，这边手都吃了一个群捕，狼骑现在很脆很脆，恐惧魔王是真的勇啊 ！DK 可以先把恐惧魔王给稳住，恐惧魔王现在有 TP 的，问题不大。这一波兽子要小心，没有回城的啊，要被围住就很危险了。好，这边卡一个位置，让对手围不住自己的英雄，两个人又开始站撸了。这一局两个人拼的是真的惨烈啊。好，先知闪电链一交，科多在，来一个爆发输出把 DK 给秒了， DK 刚出来他又进去了，那这恐惧魔王差一丢丢经验值到六级，六级之后第一火是不是要出来了？好，六级恐惧魔王来吃个蓝瓶，第一火要出来了。好，先知单传回家补一补，哎，先知走了，小心啊，这边第一火要不要？好，魔法值还差一丢丢，哦呦，这个火力有点凶，可以狼骑不让他回去。哎，狼骑的话现在，哎呀，网的话还是三个狼骑，还是差点意思啊，四个狼骑应该就能把他给留住了。好，不死族现在还是单矿，那令神呢还是想找回机会开矿啊，有矿才有未来。先知四级，但是呢恐惧魔王他已经是六级了啊，DK 再一次复活，那一级英雄复活起来确实就快。哎，令神要不要转一点部队啊？狼骑的话
拆家是吧，留人好，但是打架的话其实一般般啊。好，这边打了一个魔法石，哦呦，第一伙直接砸下来，第一伙正面能力很强，狼骑估计打不过，只能走。怎么办？要不要出点其他兵种？好，那令顺现在要把这个防守给做好一点，升好了这个城防啊，分矿看能不能稳住。狼骑现在尽量拖时间，把自己的分矿给拖出来。啊，一围一杀，一个狼骑带走。先知身上还是没有 TP 的，啊，令神打的是真的是奔放啊！来了，狼骑过来一看，哦，这屠宰场又造好了啊！这刚才的话出不了这个，出不了这个盒子了，又给你造起来了。恐惧网有回城，很稳。这边狼骑的话随时想跑，这个狼骑就是守家的啊！你敢过去搞我，我就拆你。你不搞我，那我们两个都是好朋友。哦哟，完了，先知五级被围住了。好，火魔第一时间递了一个无敌过去，可以，这边掩护一下大哥撤退啊。狼骑工作做得不错，接下来再把这个盒子给干掉，让你的补给没有那么舒服。狼骑操作非常的细，往一下走开，往一下走开，不要聚成一坨。好，一个一个各个击破，这边的话一个斧风一个狼骑倒下， DK 升到了二级，二级 DK 现在很凶，第一伙的颤抖能力非常强，只能够置气啊，不能硬攻。哦，这个时候小心先知先知，哎呀，一个斧风这一边看能不能把这个第一伙给干掉。现在不死族最强的战斗能力就是第一伙了。好，第一伙解决掉，那第一伙一倒，这边恐惧王直接叫 TP 走了。盒子能不能 A 掉，差一丢丢，可以啊，令神感觉好打了，分矿开了出来，正面比对手交了个 TP。 先知的话五级，令神的操作确实细，哇，不带 TP 还是有道理啊！好几次死里逃生，来火魔把这个脸练完，即将升到五级，五级火魔这个输出也是非常的给力。波斯族的话现在分矿没有机会开，英雄的话还三发一个巫妖，可以，他还是觉得现在输出不太给力，还是把自己的 C 位巫妖给整出来，三本巫妖。带个虎球战斗能力就很强了，现在不死族有个阴影在啊，一切看在眼里。火魔火魔差一丢丢啊，临门一脚先把它整到五级再说。先知的话已经是五级了，三级的隐身獒。哎，不死族来了，不死族现在就两英雄两个盒子啊， Biu 可以抢掉了这个五级怪啊。这边是空 C 了，火魔表示升五级是真的难啊。巫妖即将出来，毁灭的话快升好了，毁灭升好意味着这边的狼就是经验值了。来令神这一波主动进攻，但身上没有 TP 啊，没有 TP 总归还是一个不稳的点。巫妖出来了，有虎球在，接下来就慢慢培养一下这个巫妖，巫妖升到三级二级 Nova 一下，狼级都是纸啊。盒子干掉这边，哎呀，毁灭居然没有兜到这边啊，兜到这边打不到。好，人口48，大战30，这不死族的话自从分矿掉了之后一直没缓过来，就看一下巫妖出来之后这个局势能否发生改变。巫妖再加毁灭，来双 buff 叠满了啊，看看能不能翻盘。先知，哎呦，令神越战越勇，已经把迷你基地继续开矿了，可以。令神表示，嗯，好不容易打了一场那么富裕的仗啊，我得好好玩。迷你基地一放，分矿一开，哎，但是这边不死族来了呀，不死族来了，阴影随时跟着你了，这个分矿不一定能开出来。我们看一下，56大战33，哇哟，这个第一伙先知差点被秒，这第一伙加斧风的配合太舒服了，哇，兽族这个部队就是纸，先知秒掉，嘿，谁叫你不带 TP， 好，先知直接秒了，狼骑完全打不过，这三英雄的战斗能力是真的强啊！啊，关键时刻把巫妖给秒了，但是这个分矿保不住。哇，第一火一砸，三级斧风一打，啊，输出大满。好，那分矿这一波亏了，亏了啊！有没有钱买回英雄？复活起来吗？我有五级英雄复活起来非常的慢，那现在只能跑家了，正面打不过。不死族不得不说，这个部队质量是真的高啊！来，直接一语不合拆三本基地，小农民小修好，巫妖复活，巫妖复活，慢慢点伤害。恐惧魔王这一波还没有回来，要小心啊！身上兽族还是没有 TP， 哎，塔有点多，
点不点得动啊？啊，终于是转飞龙了啊！对手的话，空军就一点毁灭，其他一般般。这一波不死族家里就400多块钱，我即将踩完了。另一人只要把分矿给稳住，这一局就比较好打。但是不死族回来了，这里赶紧走。哦，这最近令神打得有点头铁啊，没有回城，没有加速，今天赶过来攻击我。好，只是干掉一两个飞龙，这一波三盆基地保住了。中间又要相遇了不？来，空军王找一个好的位置拨他一下，狼骑嘿一把你给兜住。DK 来二级 C 输出给力，哇！现在不死族三小打收割了呀，怎么办？先知还有17秒，好，这空军王还是拖了很多的时间。但令神现在很多钱啊，1000多块钱，多爆点兵吧，千万不要被整翻盘了啊！第一火来了，三个盒子，好，这个疯狂的塔感觉会被拆掉。巫妖现在是有虎球，有攻速手套，其他的怕没什么保命道具啊，不死族还是比较穷的。好，扶风小苦工都是一丝血，第二根塔也要拆掉。那这一边的话，看看令神怎么打。嘿，又买迷你基地啊，可以，我就继续开矿让你拆，来分矿开好，再过来跟你一战决一死战啊。不死族的话基本就是30人口左右，兽族是50人口，双方打得难解难分。来了，这一波飞龙的数量有点多啊，有钱真好。先知群捕，可以双群捕，有无敌。来了来了，这一波看看第一火 CD 有没有刷好。哇，一个斧风，这个第一火也差不多消失了。好，新的第一火又来了。哇，这个第一火砸的又是舒服啊。 DK 要秒掉，不得不说三本毒飞龙的伤害确实就给力，比狼骑强多了。但是飞龙呢还又脆的要死。好，巫妖的话一发 Nova 但是扛不住，先走，就看恐惧王能撑多久了。恐惧王身上也没有什么保命道具啊。哇，这一波双方的部队阵亡的数量有点多，恐惧魔秒了秒了秒了，一丝血还想去追。另外一边毁灭输出打满恐惧魔王，哇，还是被火魔给点死了。那巫妖这边要走要走，哦哟，这英雄各种阵亡。狼骑去前面截一下兵不？我们的部队遭到了攻击。好，毁灭先毁灭先垫后，然后火魔来了，哦哟，一点两点三点，哎呀，这个输出非常的高，怎么办？现在被焚身化骨灵魂燃烧打得很难受。无极火魔输出确实高，巫妖的话没有鞋子跑得都很慢，先知闪电链一脚，好，巫妖秒掉。好，那不死族三英雄阵亡，但是这个第一火还是很强啊，赶紧跑赶紧跑，先知到6级了。哎，令神要使坏了啊，升了一个大招，那找机会可以去对手家里搞一搞了。哇，不死族已经是能卖的都卖了啊，祭坛也卖掉，那只能中间买活英雄了，看能不能买活这个恐惧魔王。哇，买活恐惧魔王，但是没有保命道具要小心。恐惧魔王买活，这一波的话，好，两个盒子在，你买活，我再秒你一次。第一活，他能把狼骑给干掉。现在五级火魔的输出非常的高啊，来，狼骑还有3个，狼骑很强，现在打残局狼骑留人能力很强啊，盒子奶火魔直接顶无敌，无敌一顶，哎呀，怎么办？恐惧魔没有保命的道具呀，狼骑就各种网，网完之后就撤，是吧？然后让火魔打输出，来，狼骑要掉一个了，恐惧王，恐惧王，好，狼骑掉一个，还有一个狼骑网他一下不？走走走，两个盒子一直奶，难道这7级恐惧王还能蹦跶一会儿？现在输出呢主要还是火魔来打，狼骑的话就是网住一下就行，来网住，好，这里想反围一下火魔，但是狼骑后面大输出了，两个盒子一直在奶，又一个秒掉，来想秒一下火魔啊，还是撑不住了。那我们恭喜令神，哇，这一局双方拼的那叫一个惨烈啊。